放工啊，嚟一嚟阿 Vera 嘅大桶啊，因為我屋企冇曬橙啊，上次見咧又買唔到，咁所以一定要補倉啊。哇，紅椒低能喎，一個2.8喎，如果 member 價，就算普通1.88都抵啊，買少少先。其實屋企都仲有，節瓜都好抵喎，1.38，買翻啲先。大桶華梳花都唔平噶啦，不過咧就抵個建興。建興3.59，呢個2.59，維持翻之前個價。哇！啲白菜苗唔靚啊，你睇下粒黃咧，買翻碌蘿蔔啊。蠔菇真係抵喎，之前咧6兩包已經覺得佢抵，而家4.96兩包。啲橙啊樣衰，但係8.8至好抵，咁啊又上倉。杯麵有咖喱海鮮、香辣海鮮同普通海鮮，3個大杯嘅。5.88都唔貴嘅。ND Boy 生菜6.99其實都貴，不過就平過之前8.5。今日冇特價嘢咯，全部都正價貨仔。人少少行超市又好開心。不過今日其實冇乜嘢賣，主要都係賣菜。